哇靠卡配新闻酱爆，我是周五主播 Josephine。 我们现在到了第三个单元试吃时间，但是我今天要做 DIY， 因为上个礼拜 DIY 应该是有点开心，所以这一个礼拜我们还是继续做一个新的 DIY 跟开箱哦。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呢？啦啦啦，耶，哇，冰淇淋，你知道吗？春夏到了，一定要来个冰凉。最近是不是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感觉办公室很闷啊，很痛苦，然后回家之后就，哦，电风扇应该不行，因为吹的都是热风，到底是为什么呢？晚上已经不凉了，晚上已经开始是热的了，所以是不是我们需要这样东西？我们现在来开箱吧，先来开一下，来，我们开一下哦，知道我有点迫不及待。它其实长的是这个样子，开箱的时候哦，然后我们先把它打开。看一下里面哦，它有个说明书，所以里面应该会告诉你说它有什么样子的东西。OK， 好，那我们把它拿出来，所以它有个盖子。哦，它是电的，所以它不是手摇的。然后这个是那个它的刷冰的这个放冰块的地方。然后打开来之后。如果你需要 IKEA， 你会需要，你可以自己 sample。对，我是自己有 sample 的，而且我是我们家的 handy woman， 就是我可以装门啊，我也可以自己装，钥匙换钥匙手把呀，换 door knob 啊，我也会装上面的电灯，你们这些电灯的正负极电我都知道。我除了没有办法去做 electric， 就是帮你改电压，水电工我可能不行哦，不好意思哦，这件事情我做不到。通马桶也不行，通马桶不可以哦，这种事情我不想做。虽然我好像，不要说我会，好，这个我无法。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喽，它其实长这样，所以呢，它的说明书上面有秀哦，就是。它说明书上面是有 lead gear in， 然后我们好像还有一个 nut， 哦，这个已经在连在上面了。好，那我们现在先把它装上去哦。它这个呢，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它有伸缩。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位置哦。好，我要先来拼装它。这个是一个底座，我们的底座做完之后呢，然后把这个放上来，然后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碗，就是刨冰器给放上去。这个是可以卡的吗？哎，它有一根，它有一个卡槽哎，看到了。OK， 卡槽，然后所以其实他之前的钠其实是在这边，其实都已经放进去了。好，我们把它拴紧哦 ，secure nut，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lead。好，它其实不难嘛，非常简单啊，立刻就好了。好，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它是要插电的、哦，所以一般其实你知道手摇的刨冰机比较辛苦一点，然后这个是比较高级版一点的那个家庭式高级版刨冰机，只要有电就可以驱动哦。好，我们现在把它插电，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哇，还有那个灯吗？在哪里呢？没有灯吧。好，那它的开关在哪里啊？它是上面那个。这个吗？不是那个。直接是这个开关，这样子吗？哦，它这样就可以转嘞，超帅的哈！好好，那我们现在刨冰机现在已经装好了，既然装好了，我们是不是就要来 DIY 一下了呢？好，说明书就不要你了。你看，我其实事实上可以不用说明书的，少来。好，我们来直接来做一个 DIY。现在我们就是当然。顾名思义的，我们就是要来放一个冰块进去的，所以我们把力打开，然后把一个漂亮的小碗碗放进去。我看哪个碗比较美，好像这个比较好吧？这个啦，这个好，你知道，选择控。好，我们现在呢，就是第一件事情，大家请先来看我美美的倒冰块哦。我们现在把冰块整个放到里面去。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哦，如果家里呀、啊，就是任何的制冰机啊，或者是你去那种任何的那种 grocery store 啊，买这种碎冰块也是可以的。我把它，我开心要把它倒满哦。倒满。对啊，倒满才有感觉。你知道我其实有看到另外一台是手动的，我想说你应该会爆青筋，就要很用力的转它。等爆炸应该，等到爆炸就是有一整杯，其实好像就会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这样，其实我爆过手爆，所以我今天想说爆冰机哦，那个我可以，就是转的嘛。对。可是你知道转的其实下面要很重才行，所以你要有一个把是要压它的。好像没有哦，就是那种真的吗？阳春的那种。好，我们现在把冰块已经放进去了，美美的冰块，再来一瓢吧，让你觉得看起来丰富一些。导播看得到吗？我们看一下上面哦，这样是美，蛮美的。整个清凉感都出来了。好，现在咱们就来。给它转一下，爆冰！你先看，看到了吗？帅吧！而且你知道吗？爆冰的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要转它，你要转它，哎呦！东西我们先留着，其实你们可以看得到嘛，就是它是爆完之后，如果你旋转它，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锥锥的尖的，很像那个你知道那个你知道卖冰果室阿姨做的这种冰的碗，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先留着，因为我们想要做不一样的爆冰。那正常的碗弓形的，你知道怎么做了吗？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DIY， 还是要做，不是只有刨冰给你看啊。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清凉时节嘛，上次给你们做的 cocktail， 我们今天也用 cocktail 杯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哎，你看，它放了进去哦，所以我要开始喽。哎，冰不够哎，你看，我就跟你说吧，我是一个贪心的孩子，是不是贪心？其实也还好，这样适应我的那个。爆冰量，这样都没有美耶，要再多一点才会美。明明就有在感冒，对哈，但是还是要吃冰的。妈妈说感冒不能出去玩，想太多，我一定要出去吃冰。对，而且还可以喝冰镇饮料。来，我们来做一个 cocktail 的。的那个冰品哦，好，现在来，OK， 好，然后呢，我们再稍微捞一点，用小碗碗好了。好，来，我们把它堆高高。以后你会在你的店里面顺便卖冰啊？在我的店里面吗？抱上瘾，直接就是说，哎、啊欸，我们不喝冰咖啡或者是茶了。那个，我来做冰品给你们吃，甜点。好，堆高高。那我们现在堆高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想要做的是这种比较。风味的这种水果风味刨冰哦，要有一点不同的风味。那当然，这样子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也要来切一下柠檬呢？来，我们切一下柠檬哦。柠檬我就切丁。一样可以擦吧。这柠檬好像皮很厚。对。但是我觉得粗粗的还蛮 Q。嗯。
然后放一点点 strawberry。好，然后我们来放一点有颜色，因为上次是有颜色蓝色的这种花茶嘛，那我们今天也来一点这种水果梅子味的这个 blue raspberry 的这个糖浆，秀气一点，直接倒感觉好像会太多。好，我们现在把它淋上去哦。哇，我们夏天味道都出来，感觉有哎、欸，就很想立刻把它融了，搓一搓子的，赶快拿来吃。好，你看它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们再多一点好了。所以这个其实在家就可以很简单。这个在家里其实很简单，因为而且记得就是千万不要用糖浆直接淋它，你就只是一个颜色，你还可以做就是不同的渐层。如果你有 orange 啊或者是 lime 啊，它可能那个就是糖浆的那个色素，就是那种食用色素会是黄色的，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变成那种三色的那种，很像 umbrella 你知道吗？然后再插一个小纸那个纸小伞，是不是就很适合？完美的。做上瘾了，好哟。来，你看，好，我们这个就 OK 了，美吗？这里好了，这里，你看，转一圈哦，转一圈，它其实很彩，在下面其实你已经看到它已经变成这种红蓝红蓝的。好，那我们放在这边给那个导播拍一下，这边吗？来，所以其实电动刨冰机它非常实用的原因，是因为它就可以立刻变成一个刨冰哎，而且它那个你知道，我觉得它不错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颗粒其实是非常细的，就是很细的。这种感觉就很像好玩一点的这种，妈妈说生病不能吃冰，谁说的？赞，很甜吗？我觉得还好哎、欸，其实这种就是一般的这种 snow corn syrup 其实都没有特别的甜，除非你要加很多。所以为什么很多外面都是要加好几个泡，你看它在那边压，所以要很多。那其实一两个小汤匙，它的甜味其实是比较 natural 的。那其实你也可以就直接把这个柠檬啊，就直接这样挤下去。这集来给我们看一下。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还是要吃这种就是，这种圆形的食物，用原物料直接把它放进去，比如说柠檬就挤柠檬汁啊，不一定要用糖浆。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味也是不错的哟。OK，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但是要做第，我觉得蛮成功的，有点开心。耶！谁想吃？因为现在都是柠檬味哦。好，那我们赶快把这个给我们的制作。好，那我们先进个这个小广告，我们马上回来做第二个哟。因为有冷就会有热，是吗？刨冰有热好像不太对。那我们这样讲好了，有 Western style， 我们就有 Eastern， 好吗？那我们现在西式的做完，我们等一下做一个中式或者是日式东方的风味。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知道吗？吃刷冰之后，通常嘴巴都会花掉，所以要补一下唇膏。不是已经被冰那个冰冻到红红？会有点红，可是那个红有点太不自然，所以我还是要补一点唇形。我觉得这颜色真的蛮好，我个人非常喜欢。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哦。Armani 的可以去找一下哦，这个颜色是非常自然的颜色哦，不做作也不会特别的亮，但是脸色还是会看起来白皙可爱。好，想太多，自己觉得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是呢，我们现在赶快来做第二风味吧。刚刚我是不是用了这个碗？这是不是很适合日式？所以你看，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刷冰的这个，就是不再让大家看刷冰的那个过程了，直接把它做成那个冰果室阿姨的这个碗工状。好，我们把它放下来哦。OK， 那现在呢，将会放这个跟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制作特别精心帮我们去找到的。其实他原本想要我做不同的方式，可能用北海道的红豆的方便包，还有这个抹茶年糕，这个小汤圆可以一起放进去，可以做成这个叫做宇治，是不是宇治？宇治其实就是宇治抹茶，就有点像是红豆抹茶两个放在一块，就是宇治抹茶的日式风味刨冰哦。那因为这个呢，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因为认真的说，我喜欢这个比较本土一点的味道，喜欢芋头啦、薏仁啊、红豆啊、汤圆呐，再加上炼乳啊，是不是一定要有炼乳？对嘛，一定要有炼乳。还有呢，炼乳正常只要一点点的糖浆。这样就好了。其实如果宇治跟这个炼乳加起来，搞不好糖浆都不用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做哦。糖浆是要先放一点点的哦，所以我们先放一点点的糖浆。那像如果是这样的日式的这个碗呢，当然就是要配一个瓷的汤匙咯，看起来比较美观。那稍微你从中间把它慢慢的淋下去，它是会慢慢的渗透，然后再从外面圈外围。好，两汤匙的这个糖浆，不要放太多。然后再来，我们现在开始把我们的这个红豆先剪开。我觉得先剪绿有颜色的好，个人觉得这个是比较美丽的。那我现在直接把它剪开来咯。好，我直接把它剪开来。我想偷看一下它里面长什么样子。美丽的包装打开来之后，它是很绿耶，完全看不到汤圆。我有点想要直接很大胆的，可以直接把它淋下去吗？好哦，可以吗？可以。我觉得这样子会，我想要直接来从外面先淋一圈，是不是有点美？有美耶。然后呢？我们就先放到旁边哦。好像没有汤圆。对，感觉好像没有汤圆，我有点害怕。然后这个呢，我就先摇一摇好了。哇，这个红豆，有可以啦，找得到。他们很担心，我看他们其实就内心非常希望汤。哇，他没有汤圆啊，他真心的没有汤圆吗？到自己家啊，没有。被骗了哦！有汤圆，有汤圆，哎、他好像已经倒在那个碗里面看看，真的没有哎、欸，我们倒进来好了，这样。所以它是没有汤圆的，所以它其实就是抹茶糖汁，那也是不错啦，浓郁就是可以配汤圆。所以都被那个封面骗了哦，好香哦！让我这样舔手指头，感觉其实也是蛮好的。这样可以幻想啊。那我们来，没关系，我可以用抹茶汁配红豆，也是不错的哦。好，那我们现在来把红豆剪开哦。没关系，通常妈妈都会有点就是沮丧，小沮丧，但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直接用红豆。你看是不是很美？而且它红豆煮得很好，漂亮，美观。
哇，这看起来很美耶，把它铺开。我去找三立贡丸来假装它是那个三立贡丸，就假装它是那个我们摆在上面。producer 说要找三个贡丸来添加。我女儿八年级才来美国，现在大三刷电影，我觉得这辛苦很其实我现在看很多读者现在都在留言哦，那也要跟大家讲一下五月天的这个人生无限公司的这个就是留言已经截止了，你会看到小编他们现在已经放了截止线了哟。然后大家一定要赶快就是赶快 pray 一下，认真的 pray 一下。我现在很认真的在把我的红豆放在上面，然后灵芝，我觉得不要太多，我觉得有点太甜。我觉得这样是美美的，其实蛮好看的啦。然后呢，不要以为就这样哦，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它炼乳，我们的炼乳时间，知道吗？炼乳其实是吃刨冰最重要的时候，不管你加的东西好不好吃，美不美味，只要加了炼乳，它就是好吃的。所以我们来出错就对，就绝对不会出错。而且你可以看哦，我们可以开始做，要淋，美美的，是不是？加分许多，加分许多，就变漂亮很多，是不是有美？有，你整个画面就变漂亮了。好，赶快移开，我们认真的看，好美哦，是不是？然后我再多淋一点点在旁边。够绿了吧？赶快沾掉。然后呢，加一个漂亮的汤匙，认真来把汤匙外围舔干净。不用舔啦，这里还有一只啊，用这只啦。不要啦，就是要这样甜的，这样有点开心。而且那个是兰花，我不喜欢兰花，有点俗，红的感觉配红豆，就这样。你舔过的，谁还敢吃？没有，我擦掉了，我擦掉了，我刚刚有认真的撸它。好啦，美吧？哎呦，差点走位哦。可以，再多淋一点，成功，非常开心。哇，好绿哦，这好开心哦。就整碗都是抹茶味，香吗？来，赶快我们的日式风味。成功 ，DIY 成功，耶、yeah! ！拍照，来，拍照吗？拍照时间，一二三，再来一个，苹果是阿姨，再来一下，1 2 3，不，苹果是，认真，不要，我要自己拍。来，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玩一下吧。既然是你知道自拍时间叫美。好，不要，你帮我拍好了。来，可以帮我拍来。不，这样上啊。1 2 3，再来一张。等一下哦。1 2 3，再来一张。好吃哎。二，等一下哦。这样。1 2 3，好嘞。很闹吧？整个在，我想要吃哎，可以吃一口吗？可以。好，那我就吃一口喽。可是你确定不要拍吗？我拍一张美丽的照片吧，我们会后悔的。如果不拍美丽的照片，真的会后悔哦。对，还要先留一下自己要美丽啊！有吗？找不到我的相机在哪？你们不拍吗？你看有没有美丽？来，是不是美？导播可以看哦。上面看不清楚，哦，好可惜哦！你看，其实是美丽的，其实是美丽的。你看，拍完之后，它其实是哦，这样有没有？它其实是美丽的，很像生鱼线。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店了。哇，来，哇靠，咖啡了，哇靠，红豆冰点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分享一起吃了啦，咱们就开始来做叉冰吧。那我们先来试吃一口，看看好不好吃好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叉冰真的是一定超甜，不甜耶、欸哦、真的吗？红豆呢？红豆不甜吗？本身红豆好吃耶、欸、可是我觉得没有很甜，不要吃太多。不就是因为你感冒吧，所以没有什么吃不太出来。好吃吗？可以耶、欸、照顾一下形象，就是要故意没有形象，照顾一下形象。可是会不会很苦啊？因为那个抹茶味道很强。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一瓶 serum 没有那么甜，所以才其实如果自己不加 serum， 直接加这个浓郁的抹茶汁，它其实就非常的爽脆，就是非常的可口，就是好吃。因为它的那个浓度就真的很像是平常我们去外面买的那种什么宇治红豆，然后的冰淇淋啊，或者是一般的什么巧克力，就是那种宇治红豆在抹茶巧克力饼干啊，外面那一层抹茶味很香。错了，成功，真的很好，耶！哇，喷到自己了。好，那既然我们已经成功了，当然我们现在就来抽奖喽，来抽奖。其实很感谢大家哦，就是谢谢大家，就是跟我们这个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呢，来跟我们就是做这个抽奖活动哦。那我们也再感谢一下，我们这次本直播其实由 CTBC 的中国信托赞助播出，感谢你们的赞助，所以我们的播出可以更加顺利哦。好，我们要抽出两名，但第一名的幸运观众是，他是谁呢？得奖的是。噔噔噔噔噔噔噔 ，Joanne，Joanne Yu， 恭喜你！好，那赶快跟哇靠联络，我们会用那个就是一的一电子票，就是电子的电影票发给你，好不好？第二个是要不要再把抖出来？有没有可能？可能要抖很久。怎么这么小张？他谁？第二个得奖的幸运观众是。Elvina， 哇，恭喜你荣获了这个五月天的电影票哦。这个人生无限公司啊，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电影。如果在这个电影里面，你如果不是舞迷，有时候有可能就只是看一个就像纪录片的东西。可是其实我还蛮建议，就是舞迷们啊，就是一定要买这个电影票去看一下。原因是因为它会有一些彩蛋在里头，会给你一些就是舞迷们的无限惊喜。如果你也很喜欢音乐啊，像我们就是。这一次的奥斯卡不是其实最佳的男主角得奖的是那个 Bohemian 吗？是那个就是其实是我们的 Queen 的主唱嘛。那其实这都是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 Legend， 在不同时代的 Legend。那其实这个传奇在五月天也算是这20年里面华人里面的这个乐团的传奇了。那我是非常，并不是因为我跟他们有熟悉有熟识，或者是。就是是师兄师妹的状态，就是以前啊，但是就是我还是认为，其实要去支持一些音乐的团队啊。有时候看电影，其实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的 Roxy 所说的，你去实现你的梦想，你要去尝试踏出去那一步，以及用正能量的方式去看。我只能说，你会发现到，就是其实音乐创作者啊，或者是电影创作者是，或者是带领到任何一个不同的领域的工作领域的这个的所有的人们，那其实在这个人生当中，只要你是正面的，你有信心，你有梦想，你愿意尝试去做，只要你做，就有50%以上的成功率哦，好吗？好，我谢谢今天周五就是跟我在这里分享所有的这种正能量的这个讯息，以及叉冰时间。那当然还有周这个票呢是下个礼拜才可以开始看，但是周末记得跟我一起去跑步哦，你会看到很多哇靠的朋友们在这哦，啊，那个西家代券都是没有问题的，小朋友可以来哦。好，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拜拜。